们现在在英国了。耶，伦敦。哎，哈哈。我们现在人在 Burger and Lobster， 好不好？汉堡和龙虾。我们今天要看看到底英文思考烂到不敢公布分数的浩浩能不能在英国生存。我跟你说啊，考试就要考100分，不敢讲也是枉然。来，我们今天在 Burger and Lobster 这家店，我们家的汤老大推荐。现在时间2:00，台湾时间凌晨3点，困。好啦，那我们现在吃饭了。就这样，我要点餐了。We want to be an ale burger. May I get? Yes. With lobster inside, yeah? Yes. Yeah, and how? Medium or well done? Medium. Hey, with a drink for you? Do you have Coke? Regular diet. Regular. And cheap salad, something on the side to go with it. We want fries. Normal fries, yeah? Yes, more fries. More fries, yeah. I think that's it. Yeah? Would you like anything to start with? No. No salad for you, yeah? Thanks. Thank you. Appreciate it.对谈如流，目前点餐第一阶段是可以，而且我对于听到英国腔非常非常新鲜，因为其实我在英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只有我的教授指导教授他是英国腔，然后但是听到周遭这么多英国腔，蛮新鲜的，好像来到霍格华兹一样。差点菜大家掏出魔杖。英文小知识，番茄酱的英文叫做 ketchup。来吃吃看美国的龙虾堡，很值了。请用英文形容口感。This is tight. Bread, the bread, soft, very soft. Lobster, lobster. The beef is so juicy. The medium beef, so good, so good. 讲些废的英文可以，不用太懂。But honestly, it's just burger. It's not really, it's not that special and expensive. It is special because it is in UK. 用英文讲解很困难，因为没什么词汇。It's good, it's so good. Everything, my, 大概就这样啦。刚吃了多少？我们刚刚吃了台币大概2000块左右。我们就点两个小汉堡，那观众有看到两个小汉堡，然后薯条，薯条还比较，薯条还比可乐便宜，我们可乐2小罐，然后薯条一堆，账单在那边，51.75，哇，冷，英国皮卡丘大量出现，在日本看不到大量发生，你看英国，英伦呈祥，英国米老鼠，现在英国的日本商店。Milano Mihongo 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美国的 Mike Mila Sound，Mike Mila， 哦 ，I know Mike Mila Sound，America 改成 Akimashita， 这段没有任何意思。回饭店，英国标仔，操！我这个饭店，我跟你说不得了，一个晚上20000台币，谢谢王总。哇，你们兄弟俩真的忍不住，赞赞。Peace, and I'm peace. Right now in underground station. Subway in UK, they call it underground. The subway station is pretty clean. We are going to Tower Hill. Quite 时钟了. Okay, the subway is here. Next station is London 铁桥. 放下来. Go go. The next station is Temple.现在到了伦敦塔，前面就是伦敦铁桥，往下来。想到我等下就跟莱米两个人一起这样，看到路人，去跟英国人玩。伦敦铁桥往下来。What the fuck？ 好，你输了，你当鬼。结果我跟那个英国人这样，然后去弄其他人。酷，但是我应该看不到他打开，我想打开，然后车就给他跳运。骑车。Today, right here in UK, introducing Tower Bridge.In London, it's not London Bridge, it's Tower Bridge. 我们现在在 Tower Bridge. Beautiful, pretty, fantastic, amazing. 随便就四个形容词。哦，すげえ。哇，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气温大概就是一个 T 恤加一个中薄的外套。9月初，9月1号这样的天气也算是蛮冷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12月、1月要怎么熬。话说。今天我们两个穿豪放衣，穿啊，豪放来伦敦的，太不适合，太不适合。你今天好闲哦，真的是太不适合，
来了，如果他现在打开，你要这样跳过去，他会从中间这样打开，所以我现在站在正中间，如果他这样打开，我的腿又这样一张开，这样开，这样啊，我这样一直开，马车这样，嗯，帅，有在套路人。我要看一下来伦敦自产要多少钱，这一间还不错哦，长这样，我看预目测大概是20-30平左右，开6000万台币，但其实我觉得伦敦的房价应该不会到比台湾贵，我觉得台湾应该还是数一数二贵，买了。好，买了。好，我们现在在碎片塔的 shark， 不是 shark， 不是放屁大便，是 shark。The Shard， 伦敦最高的 Tower， The highest tower in UK。 但呢，我们刚才查一下，上去的门票要30英镑，但我们现在的旅费呢，才要剩下40英镑。我们上去了，我们今天就不用吃中餐了，剩40英镑，我们觉得就在楼下那星巴克啊什么看一看。好，星巴克，哇，哎，耶，就走了，大概是这样的行程。好了，那我们去 The Shard， 现在10:40。一般说这个时间，我们还在公司晃神晃神，喝咖啡，周信。昨天睡了9个小时。昨天睡9个小时，好久没有睡这么久，爽。我们到底要不要买票呢？犹豫中。犹豫中，应该可以啦，买。我觉得这个好，公司付。你确定？可以。Let's go。帅，不当免费仔，厉害。氪金啊，快付。请等到这里，直到你被召唤为止。大家都知道，啊，被召唤。他们还有卖吃的。哇，真的漂亮。刚刚他一楼有说，伦敦是全世界游客数最多的城市，还赢纽约，我有点惊讶。厉害，果然是我大伦敦。Peace, peace, and now。On 72nd floor, 这里是露天。There's no roof. There's no roof here. 72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London, the Shard.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 VR 的，有一个 VR 体验，然后要12英镑，12台币大概是480块，500块。来这高楼玩 VR 做什么？你可以在一楼玩。我真的蛮好奇他到底在玩什么的。而且旁边一堆人。你可能在沉浸在自己的 VR 世界里面，但可能这边旁边有快50个在看你玩，先不要。但这边真的不错，我觉得这边环境好，然后旁边又有一些酒吧，然后卖饮料、冰淇淋，就可以在那边看风景、喝饮料、享受，这就是人生，可以吗？有钱仔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朴实且无华。有勇者来玩 VR 了，果不其然，一个人玩之后呢，旁边大概就会快50个人在看，没消费还敢做？一般都旁边他们都是买一杯香槟还是什么，然后专门喝，我自己在水，我自己在水，自己喝水。哎、欸，走了。我现在才待40分钟，我们花快2000块，是2个人2000多块上，这 CP 太低了。走了，很无聊嘞。他说有钱人才在那边待30分钟走，不然你要待多久？我要待满4个小时再走。反正做好做嘛，像我们每分钟花的钱，你看一分钟才花多少钱，我们就可以上来。等一下他妈待到3点，那我等一下先走。不行不行，拜拜。伦敦地铁有呼吁大家要站右边，但这个目前在台湾好像已经不再呼吁大家要站右边了，就是两边都可以站。我们现在在 Waterloo Station 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市集。我跟莱明早上吃太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中午12点多，我是不太饿啦。莱明真的不太饿，我要吃这个。哎、欸， I just give you the stuff for free. 160块，160块台币。草莓奇异果、巧克力、棉花糖，悠闲的英国午后吃不太下，那我们就等一下再吃中餐。莱明如何？吃了，好吃。水果加巧克力，可以，惬意，惬意哦，英国行。英国的椅子好坐吗？不太好坐，英国人练就出一身屁股的那种强度。你靠这个，英国人都做这种，佩服 ，respect。哇！
太阳太大，明天再不开。We are heading to 叫做 Big Ben 嘛，大笨钟叫 Big Ben 嘛。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笨钟。最近那个大笨钟他们走一个工业风的设计，一别以往比较古典的那个的设计，他们现在呢走比较工业风的，就是他们最近2019年他们走比较工业风，像钢骨啊，或者直接把钢骨的建材呢直接放在外面，加上一些网子，怕有人游客掉下来要用网子接触游客，他们最近走比较大胆的这样设计，走工业风的。所以你最近来英国呢，可以看到不同形态的大笨钟，蛮佩服英国人的设计的美感，是可以的。才被撞干花哥，英伦干花哥，哎、欸，英伦干花哥感觉很潮哎、欸，哇、哦，也没想到看原本形态的大笨钟看不了。但这边有黑武士，好不好？看不了大笨钟，我们黑武士可以看。好了，下一站白金汉宫 ，Go Go。适合跳踢踏舞的歌。好想买这个乐器哦，不知道去哪里买。公园散步，我已经把外套脱掉了，现在有点后悔，因为有点冷。对，现在已经是纯豪放 T， 帅。给英国人的颜色瞧瞧。不错，我觉得英国真的是最近这半年来过最棒的一个城市。我现在英国大于纽约，虽然纽约好逛的地方很多，但纽约的其实住起来没有很舒服。纽约适合玩，伦敦不错，伦敦。我介意。我们现在在白金汉宫，白金汉宫就是英国女皇，英国的 Queen 办公的地方。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卫兵的交接 ，Changing Guard Security Guard。我以前都在 American Club 当 Security Guard， 你进门就看我在这边，好不好 ？Chairman， 这边不错，这边大概就是房子，英国国旗，然后一个雕像在中间，上面镀金，啊，大概是这样的地方啊。刚才还在查白金汉宫在干嘛？哦，原来是英国女王办公的地方，历史地理知识从小要建立好，不然就像我们两个三岁什么都不知道，没什么知识，只知道英国有什么有哈利波特，还有那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冷知识一下 ，fun fact， 冷知识的英文叫做 fun facts。英国的国旗并不是对称，可以看到他们那个白色米字形的旁边斜的。他们那个红色的边是在靠近再往顺时钟的方向一点，它并不是左右对称的。哈哈，地理王、知识王，厉害！我觉得这条路漂亮，这条路漂亮。我猜这条路应该是假设说他们投票两个党，然后另外一个党如果输了，就在这边摆摊开夜市抗议静坐，可以。这条路大概就这样。我们等一下要走回去饭店，大概1.2公里的行程，慢慢走，但还是会累，还是会累，但还是要走，搭地铁一趟2块多。你有钱人吗？你是有钱人吗？有钱人才搭地铁。我们现在坐到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位置，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合理。但是呢，我刚刚问店员说，我们可以坐到那个窗边的位置。他说，不好意思，那个位置给4个人的，就现在只有1个人在坐到那边。可能是看到你衣服吧。就是，你穿这衣服，你很适合坐到角落啊。是啊，你只可以坐在这边缘的角落。就大家未来出国玩的时候，如果你要穿豪放 T， 是有这个风险的。椅子还是斜的。对，我就只能这样吃。他跟服务员举手看了我一眼，点个头，然后就不见了。就大家未来在英国游玩，还是有这种风险，你可能会坐到角落，或者是呢，你可能会被店员忽略，这都是有可能。来了，终于来了。Hi， can we have 2 fish and chips? Thank you。这我不得不诚实说，他刚刚后面问那一句，全部听不懂。Do you have any others here in Korea? Just now.Do you have any others here in Tolerance? No， 就直接先一个 No， 因为反正 Yes 可能要加钱 ，No 是绝对不用加钱。你这些穷酸仔就先说 No 就对，听不懂就 No， 别在乱 Yes。他跟你说什么？你要顺便在我们旁边自残吗？你说 Yes， 你可能就回不去了，你可能就背50年房贷了。在英国背50年房贷很可怕。那他说什么就先 No， 好，先 No。Do you have any others here in Tolerance? No。油超大，鲨鱼薯条。No sauce first bite. Just fish. 没有什么调味，调味这怎么讲 ？You can taste the fish, and 很爽口，不油腻。It's not. 英文指考就这样的分数，你是期待我讲出什么东西？那我来试试看它的 fries。
搭配我们的 ketchup， 昨天有教了，好不好？嗯 ，the fries， thank you， it's very thick， and you can taste the potato， the potato is fresh， it's fresh， so good， it's too good， too good。嗨，突然被叫住。我们家人在 King Cross Station 的九又四分站月台，敲响一个 Harry Potter， Chris Hemsworth 的 London。However, the line is too long。你看这个人桥 ，It probably takes about an hour。不想排了，大概就这样了，好不好？一个推车撞进墙壁就呗。那我们这些不想排队仔就去商店逛一下吧。这家店叫做 Cafe Nerd， 咖啡宅男。对，我们就睡了一个 Cafe Nerd， 在咖啡广场前面。咖啡广场，咖啡广场。我们要说咖啡的店的广场。Russell Square。这广场不错。我们现在人在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的吉祥物金鱼呢？平常你可以在他们的纪念品店买到，可以看很多人都穿金鱼的衣服，因为金鱼是大英博物馆的吉祥物。会不会有人真的以为大英博物馆的吉祥物是金鱼？不要乱以为，好不好？你要警卫把我拖出去。那我们就进去晃一下，好不好？大概晃一下，感受一下那个大英博物馆的一些知识的熏陶。哇，文化的香味，应该是逛不完了。我们今天大概一楼晃一下，二楼晃一下，差不多了。话说我家小时候。还真的有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精装的百科全书。你的纪念品店会不会卖金鱼呢？看起来是没有了。如果今天我是有很多时间在英国的话，我一定会来逛博物馆，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看一些有的没的。我之前一个人来纽约玩，大都会博物馆逛了一个下午，一整天下来，我这个姿势，我这个修养，哇！有股书香气，跟我身上的味道蛮像。书卷气，大四上学期书卷一，政大经济四年级书卷一，厉害。还有，你怎么不讲？在买星巴克，对。然后刚问我名字的时候，我没有说，然后就帮我写了 Simba。Simba， 但为什么是 Simba 呢？为什么呢？厉害 ，Simba。哎，陈照，他是三小。哦，好啊。哎，刚午餐吃什么？忘记。哦。无聊。难得来伦敦，开一堆废片。对。谢谢。大家好 ，This is， 我家人在 Five Guys， 传说中的 Five Guys。Damn。聊什么、啊？好了，不管了。Five Guys Burger 真的，它的那个肉的厚度，就是它就是单纯一看，就是不需要太多的包装，不需要太多华丽的修饰，它就是非常扎实一个好吃的汉堡。Solid，OK、okay?。This is our last meal in UK, and we choose Five Guys. The reason is Five Guys burgers. The burger is Five Guys. So good. So good. Price. 突然很好吃。我现在开始时差又上来了。现在台湾时间大概是晚上9:10。Five Guys good. 不得不说 Five Guys 它真的蛮猛的。它所有的包装都没有 logo。这是它薯条的杯子，然后它的那个包装袋就一个纸袋，什么都没有。汉堡就是有一个那种锡箔纸装，它就只有饮料上面有它的 logo， 就这样，非常一个朴实无华，但却非常有内涵的素食店。Five Guys 还有提供花生，免费吃到饱花生。应该是我薯条都快吃不完了，那薯条真的超爆多哎，都要爆炸。